福伯，我爹找我。哎呀，少爷，船一靠岸就找不到你了。老爷问过好几次了。我下船看看码头的库房通不通风，这不是您老反复叮嘱的吗？哦，哈哈，少爷有心了，老头子倒是忘了。老爷在舱里，快去吧。爹，你去吧。振业呀，知道为何这次带你一起来武汉吗？
爹爹可是想历练历练孩儿。想我宁坤化做了一辈子茶人，虽认得几个字，但书却真没读过几本。虽开创了后生龙茶庄，求得一时富足，但若做到大起茶室，以扩利源而富一方，没有学问是不行的。振业呀，这也就是我让你多年在外求学的目的了。孩儿深知爹爹厚望，在外苦读不敢懈怠。武汉的大茶商徐广元你可听说过？爹爹说的可是我们武汉最大的买家徐老师伯。正是，他不仅是巨贾，还是一代大儒，膝下只有一女，生得聪明伶俐，也是当地有名的才女。上个月回国欲办个茶师会以师会友，你徐世伯负信相邀，我想暗含为女择婿的意思。孩儿上一事无成，谈及婚姻大事言之过早吧。哈哈，去结识结识武汉的少年才俊也是好的嘛。感谢诸位大驾光临广聚园，我家小姐在此力品名师会，以师会友。诸位需煎泡随意抽取的茶，依据汤色判断茶品，并以诗词论之，得魁首者，我家小姐会亲手赠玉如意。且住，我说徐老爷是什么意思？前番我王府前人上门提亲，你百般推脱，今日又搞出这么个品名师会来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是啊是啊，这也太没把我们王家放在眼里呀。此人王福，人称花花太岁，金陵王家的大少爷。这金陵王家手眼通天，把持了武汉一半的茶室，据说最近还和日本人勾勾搭搭。啊，诸位才俊，此次品名诗会，意以以诗会友，以茶结缘，却有位小女择慕东床之意。想我徐家在武汉以茶为业已有百年，广元不才，克己立世，诚信做茶，诗书传家，尚勉强没辱没先人。今日诗会，望诸位各显其才，夺得头筹。徐世伯，你就别费心了，由我王家出面，在武汉这地界，哪个敢冒头？大家都散了吧，徐小姐名花有主，对我家少爷早就芳心暗许，该干嘛都干嘛去吧。徐小姐，众公子皆已离去，可见胜出唯我王某一人。择日不如撞日，不如今天便迎娶你进门如何？我们金陵王家家大业大，茶庄钱庄生意更是遍布大江南北，皇家贡茶多出自我王家，我家少爷更是少年英杰，风流人物，哪点儿辱没了你徐家？且慢，王大少以势压人，不觉得欺人太甚了吗？哎呦，还真有不怕死的，敢管我的闲事儿！哼，还是品品我带来的家乡茶吧，请便。以水洗盏君莫及。哼，口渴心急自取杯。品茶尚需凭气息。凭个屁气息。王大少喝茶都如此心浮气躁吗？你到底是谁？在下漫江宁振业，
我当是谁？原来是曼江宁家的小兔崽子。好好，姓宁的，你等着。公子不仅文才出众，而且武艺高强，老朽佩服。适才听公子言说曼江宁家，可识得曼江茶王宁坤化吗？那正是家父，还请世伯与小姐同品一下我家自制的宁红茶。此茶品质醇厚甜和，汤色红亮，真是好茶。宁大哥，小女见您沏茶时并未洗茶，此时为何？品茗如品人生，茶味苦涩，回味甜甘，洗茶虽可洗尽铅华，唯享茶之清香，似仙脱俗，但少了几分烟火气。而茶为天地之物，人为天地之灵，皆应融于天地，少了烟火气，怎可体会人在草木间的茶意？妙极，妙极！夫人快看，来了。宁伯母晚安。眼看就是一家人了，小门小户的，没那么多礼数。这位便是俄罗斯储妃梅尔金夫人。梅尔金夫人，这位就是宁夫人。哦，上帝啊，我见过您的儿子，没想到您如此年轻，难道您有什么神秘的洞房朱颜术吗？哪有啊，也就是常年喝我们自家的宁红茶。哦，喝茶真的有如此功效吗？我们家的茶好啊，有个诗人还曾经写过一首七碗茶诗：一碗喉稳润，两碗破孤闷，三碗叟枯肠，唯有文字五千卷，四碗发清汗，平生不平事，尽向毛孔散，五碗击鼓清，六碗通仙灵，七碗吃也不为绝，两夜习习清风生。宁老弟，你的宁红茶可是货压六邦，远销海外。此次俄国太子特来受贬，不仅为家乡争光，更振了我中华国威，可喜可贺呀。徐兄抬爱了，宁某只是一茶人，做好本分罢了。爹，他们来了。宁掌柜的宁红茶美誉海外，本人特赠匾额，并定宁红茶为珍品台子茶，这是鄂、英、美等国茶商联合制作的奖匾。争匾。